我一天拢固定爱来两摆，因为这样衫裤咱袂使少脏。人啊，摕来回收啊，咱就是爱话，人有迄个心，讲啊，我无钱，我嘛会当捐这个环保啊，讲安尼真好啊，啊，阮个所以讲咱遮有一个方诶所在方便，啊，互人会当摕来布施。咱曾经有人讲啊，无相信，咱讲无要紧，咱时间久了，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最主要的是算讲吼，咱会当清净心，啊，或者迄个阿叔，甲咱讲讲大地要清，不要污染的，啊个回收再利用，啊，我就感觉讲，这个很好的啊，真正做环保无烦恼。啊，你吼有适当的运动，有咧做吼，你阁袂容易感冒。像我做那休困吼，休伤久无做恐怖电脑，迄种啊精神不好。都有方法，啊也比较轻松。短的，我就去啊垫椅头啊，废料我就拢短料我拢无断掉，就真啊短啊，作用较无，咋变香灰茶。一丛树啊，要加有法多制材做料，搁料搁用会久袂歹去。迄算讲拢爱算上几啊百年。你做毒啊？我用物件拢真少了。吼，像咱回收的物件转来吼，等有空的靠有空的时间再过来把它改造。所以医疗的医生讲，脚已经凹一半去啊。啊！等我搁甲补一半嘞，安尼起来就会当者。要有充分的甲利用安尼，那算讲一固所地来，算咱也无干那除草吼，喷草嘛，都爱干嘛，都爱迄个油钱啊。前阵子种迄个菜头，啊，咱嘛拍菜脯，咱嘛拍菜脯去。有加过种苗，最高兴的是看我们成果有自己可以吃，又个可以供养着好多菩萨，最快乐就是这样。